刘一星疯智产，乐当房产小富婆。美胸皇后刘一星为了 No. 1房产月刊读者初次公开私密小窝喽。坐在沙发上按摩美腿，在厨房里煮丰胸料理，私密卧房杂物堆满天。刘一星家只有26平，没有华丽装潢，以暖色温馨风取胜。就色系我们希望很温暖，因为原本一开始想要是黑色白色，就是很高调然后很冷的颜色，但后来想说我们毕竟会常常住在这边看电视啊，一家人住在这边，就是如果冷色的色调好像有点太冷清，就没有家人的感觉。在民生社区悠闲散步，到附近市场采买食物，刘一星爱上民生社区的生活环境。两年前用总价1200万买入，如今房屋市值飙到1500万，让他乐得不得了。那时候刚开始买房子还不太这么知道行情价，然后后来买了之后楼下就在装潢，我们楼上还在装潢的时候，楼下刚好就在我们正楼下要买，好像3楼，所以它的 view 没有我们这么好，那照理说应该比我们便宜，就后来它的出价好像1400-1500，然后我买1200，那就等于在一个月不到马上就涨了200-300万。刘一星投资房地产玩出心得来，最近打算再换间大一点的房子，靠着房地产快速致富，继续钱滚钱啦。